要从最简单的法哲学来醒思判断。目前在医学上，同性恋是正常的人，也是对的人；婚姻呢是正常的事，也是对的事。对的人要去做对的事，为什么是不可以？大家好，我是张宏杰，是《黎明到来那一天》的导演，很高兴这次可以入围 DMZ 韩国国际纪录片电影节。这部纪录片在讲述的是台湾同志运动的先驱者齐家威先生，他花了30年的时间，用一个人的街头行动去争取同志婚姻合法。对，但后来他也觉得说，我们光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也不是办法。后来他就说，那他去募款。我就说好，我帮你做一个捐款箱，然后他就每天背着捐款箱去外面苦行啊，去行走，然后去募一点钱。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在韩国做放映，希望大家能到现场观赏这部纪录片，了解台湾迈向同志婚姻合法的过程，和认识台湾这位特殊的人物齐家威先生，谢谢。